大家好，欢迎使用神牛新品神牛 V1 系列热血灯。这个灯头我们采用圆形灯头设计，精心设计的菲涅尔透镜让这个灯头在28到105的焦段之间打出均匀柔和的光效。灯头垂直角度是-70到120度，跳伞更方便，操作范围更广。 V1 系列热血灯属于神牛 X 系统的一员，可通过 X2T、X Pro、X1T 等触发器远程控制与触发，同时兼容各相机品牌的 TTL 与高速同步，配合 AK-R1 磁吸式附件，小巧，安装便捷，能让我们快速进入工作状态，塑造创意光效。我们新设计的电池仓可以快速的安装与拆卸。我们在 V1 系列热血灯上面改良了热血锁紧装置，打开相机和闪光灯的电源，调节旋钮上面上下左右分别有灯头焦距、造型灯模式和加减按钮，按住某按钮并拨动调节旋钮，可手动调节灯头焦距范围28到105mm 以及自动变焦，按色彩按钮确定，按造型灯按钮，再按中间的色彩按钮开启造型灯，拨动旋钮可设置亮度10档，按色彩按钮关闭，功能按钮3退出，按默的模式按钮分别切换 TTL 自动闪光、 M 手动闪光、 Mounting 频闪闪光三种模式。 TTL 模式里面按旋钮左侧的加减按钮并拨动旋钮，可调节闪光曝光补偿值-3，按色彩按钮确定。上面的功能按钮一有一个 TCM 功能，这功能呢会将 TTL 模式下测光的拍摄参数转换成 M 档固定值，在拍摄活动、婚礼、会议这些环境光线较为稳定的场景非常有用，节省电力和加快回电时间，大大减少了漏拍重要场景的情况发生。功能按钮二的 Seek是开启高速同步和后联同步功能，功能按钮3的 FEB 是闪光包围曝光，设定补偿量，进行3次拍摄后以正常曝光、欠曝和过曝的方式形成3张不同的曝光照片，从而可以选出合乎要求的照片。 M 手动档模式里增加了一档256分之一输出，按旋钮左侧的加减按钮并拨动旋钮，可调节闪光功率输出，按色彩按钮确定。功能按钮3是开启 S1、S2 光影闪模式，频闪模式按功能按钮2并拨动旋钮调节闪光次数，按功能按钮3并拨动旋钮则是调节闪光频率，按旋钮左侧的加减按钮并拨动旋钮可调节闪光输出功率。闪光次数除以闪光频率等于快门速度，例如闪光次数是10次，闪光频率是5赫兹，快门速度至少是2秒。这里我们选择一个灯当做从属单元，设置为 B 组，并将它设置到一频道，设置无线 ID 为6。按主控单元灯体右侧的闪光模式按钮进入主控模式，接着按灯体左侧的 menu 按钮进入自定义设置列表，找到 CH 频道选项，这里设置成频道1。找到 ID 选项，设置一个对应的无线 ID 6，然后退出。在主控状态下，功能按钮分别对应 ABCD 4个组别，选择从属单元所在的组别 B 组，标识变成 B mode， 再按一下可以设置从属单元的闪光模式 TTL M 与关闭，然后旋动旋钮设定从属单元的输出功率或者闪光曝光补偿，按色彩按钮确定，
设置好相机的拍摄参数，这样就可以用 V1 影响其他神牛闪光灯进行拍摄。行用灯架固定从属闪光灯，按闪光模式按钮进入从属模式，按功能按钮一设置 GR 组别，这个灯设为 A 组。在灯体左侧的 menu 按钮进入自定义设置列表，找到 CH 频道选项，设置成频道2，找到 ID 选项，设置一个合适的无线 ID， 然后退出自定义功能列表。另一个灯设为 B 组，频道和无线 ID 跟 A 组一致就可以了。相机安装好引闪器，引闪器设置好相对应的组别频道、无线 ID， 设定好合适的输出功率、相机的拍摄参数，就可以进行离机引闪拍摄。以上就是神牛 V1 系列热血灯的操作介绍，更多信息请关注神牛微信公众号。再见。